買樓嗰個 commission 咧就當 investment 啦，留意翻。但係個二手車價咧就唔計嘅，因為二手車價咧就唔係 currently produced 嘅。但係個 B 咧就 household expenditure on purchase of share 啦，啊咁個個家庭咧買一個股票個開支咧，咁咧就唔計啦 GDP 嘅，啊，因為咧我就話冇 production 產生嘅，嗰啲叫 fireland household investment。就算計咧，都係計可能誒嗰啲其中牽涉股票誒佣、啊、金、佣金啊、t r a n s i t i o n levy 即 交易徵費啊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嘅誒誒誒誒，然後交所買賣嗰啲交易計嘅，或者 s t e m duty 利潤費呢啲咧就當服務嘅開支啊，係 currency produce 咁，但係個股票筆錢咧就唔計啦。C 係一個 T 恤係上年製造，今年咧就賣咗出去俾一個 local shop 啊，咁呢個咧就唔計，因為最主要咧唔係 currency produce，r 留意翻。 不過正式做法咧就計落擴心商業 s p e n e 因為個消費者買嗰時，咁但係咧當清轉於明存嗰時咧扣翻出嚟，正式做就係咁樣。但係總結嚟講咧唔係唔計到 GDP 嘅，因為扣翻一樣咁多錢嘅，啊就係個 T-shirt 係十蚊嘅，擴擴擴心商業 spend 計十蚊，但係清轉於明存咧扣翻十蚊出嚟，咁啊最後都冇計到嘅。最後啲啊一個 firm 咧就誒買咗個入口嘅 s u y machine。 嘅衣、e、車或者縫紉機啦，係嘛？咁計唔計啊？咁當然係唔計啦，因為都唔係本地生產，係咪啊？嚇，劉宇芳嚇，咁當然正確咧，係係計咗當投資開支計先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當投資一啲固定資本，但係煙婆嗰度扣翻出嚟，最後咧就唔計啦，冇計到。最後 E compensation p a y to a traffic accident victims 啊，咁你就賠償俾一個嘅交通意外嘅嘅誒受傷者啊，OK。 咁啊計唔計啦？咁你 compensation 咧留意係賠償嚟嘅，賠償唔計，因為冇係一個 t r a n s m p a y m e n t 冇 production 產生，應該加埋 l o w production 热线 f o r m 留意翻啊！呢、這個 power 冇啊，綠色有嘅。最後 F 啦，final expenditure f o r e i n expenditure on toy produced by domestic brand 外國人咧買我哋本地生產嘅嘅玩具啊個開支啊，咁、啊這個、呢個計啦，係當 export 計噶嘛，係嘛？ 即係呢啲係本地生產嘅，買咗外國咧就當 final use 㗎，final product 㗎啦。最後 G 加翻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啊，政府起基建嘅嘅投資咁嚟計嘅。不留意啊，政府嘅投資開支咧就係計喺 investment 嘅嚇，當整體成個 economy 嘅開投資開支嘅。留意翻就唔係計喺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嘅。OK 咁啊，仲有啲 v e r l example 啊。 下個 video 先對啦。